他，我刚刚过去的时候还在签拍立得呢，就在那儿。嗨，谢谢投票，欢迎大家晚上好。吃没吃呢？没吃呢？没吃呢？大家好，因为我们刚刚连着拍了两首歌，然后回来换了衣服，赶着去拍完拍立得，然后发现拍完拍立得回来，我发现我手机落在那边没拿，然后又回去拿，拿完到现在，终于消停了一下了，终于在这歇会儿了，谢谢投票，谢谢应援棒，唉，终于能歇一会儿了。谢谢谢谢投票，然后我就给你们开直播，让大家看看我。哇，这个粉头发是谁啊？这粉色头发好漂亮啊！这个粉色感觉很是刚染出来的吧？这粉色好好看，包娜呀，哦，原来是包娜。哦，看到他这个粉红色头发，好羡慕羡慕。我这一辈子都可能不会染粉红色，因为我太黑了，粉色显黑。只有像那种白皮人才适合。我不搞我不搞我不配。晚上好，哎，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总选信息吗？你们问我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告诉你们。没有见到 JNI，有，跳这样的舞，不跳这样的舞，我们不跳这样的舞。台下多少座位啊？不知道，这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有新衣服吗？我们队没有。我应该这一整场就穿。我自己 unit 的那件是新衣服，其他应该都是旧衣服。哦，还有我们的总选服应该也是新的。unit 有惊喜吗？反正那 unit 我没跳过，惊不惊喜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因为我头是歪着的。今天会很晚吗？那个就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节目，你猜？总的来说，今年的 unit 选取。都比较的，我选了一个自己没跳过的，然后稍微一点点感兴趣的一首歌，所以明天我也想知道我什么发型，我也想知道我明天什么发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很难过，很难过，我这个发型就是像个鸡窝头一样，看像不像鸡窝头？我不会做卷发的，绝对不会做卷发的。编发也不知道编什么，编发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扎两个蝴蝶结。我没有戴假发片，我没有假发片。马尾，去年扎过马尾了。今年就不扎了，热啊，可热了。对，现在特别的蓬松。对，Hello，蝴蝶结，对，我戴了个蝴蝶结。嘿嘿，投票，嘿嘿。我不知道今年是怎么安排座位，因为我们看不，目前还没看到下面的座位是什么样，所以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座位。还好我叫我去吹空调的人一定是不理解我、不了解我的人，你们说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他们都不知道我不怕热，我是一个极度怕冷的人。我现在在这个房间，我觉得刚刚好，甚至还有一点凉风在吹，有一点冷。
谢谢投票。给大家打个广告，大家看看集资2-1追加，帮你打广告，帮我自己也打广告。没有，是我本来就不是很怕热，我很怕冷，稍微一冷我都会穿很多衣服，就是对我就是体寒，所以怕热，热的话就其实还好，就是怕冷，特别怕冷。赶上啦！怎么有点模糊啊？我感觉。感觉这个直播好模糊啊！哦，我的法令纹，我穿了很多的，看，穿的 T 恤，然后穿的长裤，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膝盖。好 T 恤，然后我还带了一件外套，带了一件外套，一定要穿得多。我的蝴蝶结在房间呢，在房间的蝴蝶结。加个这个吧，明天。当然是假的。当然是假的了，你们在想什么呢？不是错马尾，它就是单一个的，就是单一个这样的马尾。啊，真想不到做什么造型啊！妈妈的好大儿，嗨。披肩低双马尾的什么意思呀？是哪种啊？对，反正不会秃头上头上场就好了。对，虽然明天自己化妆，没有化妆师，都是自己化妆，但造型是姐姐造型。我们造型师是有的，但是化妆是自己化的。什么女儿范？我为什么是女儿范？我不知道，现在节目表还没出来，所以我不知道第一首歌是什么东西。总选也没有啊，总选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化妆啊。从来都没有化妆师啊，从来都没有过啊，就我们一直都只有造型师，没有化妆师的。说我像爸爸，那可不，我可不就是呆弟吗？晚上没吃呢还，哎，今年的总选服，哎，我前两天上场前我说我要自己缝个口袋的，忘了，我回头自己缝个口袋上去。看看明天能不能操作一下。因为我找到一个地方，绝棒的地方可以缝口袋。反正那个衣服它也不跳舞，就是那个地方缝口袋的话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装手机啊？装什么纸巾？我会哭吗？我当然是用来装手机的了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天晴了不跳舞。修手机花了好贵的了，蛮贵的反正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的贵。先把我的名牌撕下来。啊，就到他们了吗？就到他们了吗？这么快？前面那个排完了 ？Oh my god， 他们家排完了也应该快到我了，等一会儿我也要准备去排练了。我不想再摔了，我摔了，没有，我还没有走，是唐丽佳先走，她先去排练，她排完了，应该就到我们那组。
排练到几点不知道，还没有开始正式连排呢，现在还只是排个别个人，就是每一个单独的节目，连排还没开始呢。我们还在这呢，待会儿再贴上去就好了，很简单 ，so easy。流利飞奥啊，我 get 到了，我就说刚刚那个说流利飞奥的什么意思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太久没有看跑男了，已经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对呀、啊，墨水很。总选按排名坐吗？总选你是说什么？是等待的那个座位还是什么座位啊？你要是得了名次后面坐的那个座位肯定是按排名坐，但是前面等待的每一年都是按照名姓氏来坐的。带了带了小零食呢，等待的座位是按队伍和每个队伍的姓氏成员的姓氏做的。今年有金字塔，但是很小，特别特别的小，我怀疑严重怀疑坐不下。今年的那个王座挺好看的，这怎么说呢，他有各种感觉，他装的是智能的灯光，到时候是哪个队登顶了，就可能就换哪个队的灯光上去吧。看看追加，我看飞起来了呀，有特效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他后面那个灯光是智能的，就是他装了一些就是灯管还是什么的在后面。我们这今年的舞台真的是粉粉的，很可爱，很迷你，很小。就我其实昨天排练还没有觉得舞台有多小，但是自从就是我看到有人发了一下往年的我们在梅奔的舞台一对比，好像是小了很多。但是我们离观众席很近，非常非常的近。就基本上没有内场的什么座位什么的，就是紧贴着就贴着边边上的那些观众席了。谢投票。对啊，这是个网球比赛的场馆，没办法，梅奔的话没办法，他大是大，但是就没有办法呀。今年有观众吗？今年几个观众啊都不知道呢，没有想好发现。女儿粉哪儿呢？哪有女儿粉？今年300个嘛，那就跟公演差不多了，感觉。呼呼，哈哈，啊哈，奇奇怪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好大儿，啊，我昨晚又刷陈碧芳了，陈碧芳的妈妈真的很可怕。座位5000难求了，哎，座位现在最高价格多少钱了呀？好奇。对啊，明天就总选了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吗？原价30000多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最贵呢？最贵的多少钱啊？腾讯看直播收钱吗？咪咕看直播收钱吗？23000大礼包，哇哦，哇哦，原来是这样。15块钱，哦，挺好的，终于收钱了。爸爸终于知道要收线上门票钱了，唉，有让我想起当年青那场那一场公演。他们要是但凡他们在 B 站收个门票钱，估计现在都起飞了。就那天场人可多了，看那天那个场的粉丝可多了，那天 B 站的在线就是观众量最高达到了80多万的样子，我记得。
了，我不知道收钱，主要是那天我被刺激到了，那天被另一组刺激到了，因为我也花了钱了，看了公演，然后回头再点开自己家80多万的，看到80多万的观众，然后想想为什么88不收钱，要收钱的话估计又是好大一笔收入呢，血亏。想想真的是，要那天一天晚上可以赚多少钱呢？我可不就是四八号员工吗？收钱没这么多人，但是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的，你们放心。运气好的话赚个几千万没的问题，好吧。总选直播该收钱了，该收钱了，该收钱了。再不收钱，爸爸真的，还挨得过下半年吗？体谅一下爸爸吧。对，要是赚的这些钱能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更好了，我就一定会更帮他们想办法收门票的。你串门了，哈哈。你现在不知道说什么了，突然，为什么不能讨论这个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谢谢投票。明天，对，我困了，然后我还在想明天我要干些什么。明天好像有一个采访，然后其他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哇，恭喜你获得冠军，为你拍掌，大家鼓掌，为他鼓掌，恭喜他获得了冠军，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对，我是靠着的，确实有点困了，说实话，因为今天过来就一直化完妆，化完妆然后就在准备开始排练了。本来去排了一下做造型，结果造型刚做好，然后就叫去排练了。然后买了一堆饼干，买了饼干就是为了防止晚上饿买的，专门买的饼干。哎呀，还买了我最爱的康师傅香辣牛肉面，准备吃碗泡面。我昨天晚上那杯柠檬饮料都还没喝完，就喝了三分之一，我觉得它太难喝，我就没喝了。哎，我真的买了火腿肠，双汇王中王。哎，它不叫双，它不是双汇王中王，这是盗版，它叫旺润王中王，旺润。旺旺旺的旺，润润的润，润的润，啊，它是假的，买到假的了。你看，旺润王中王，被骗了，无语，居然被骗了。我看到王中王我就想，哎，是双汇吧，然后就拿着就走了，没想到买还是，哎，还是买错了。
什么蓝色的饼干是盗版？我没有买蓝色的饼干，我买的饼干应该都是正版吧。我喝过雷碧，以前我们就是达州火车站，我很口渴，然后我去买雪碧，买完回来一看，哦，雷碧。哦，旺润也是个牌子啊，那就没事了。我爸买的饼干啊。哎，行，是真的雷碧。区别当然可大了，你们有没有喝过峨眉雪啊？你们知道峨眉雪吗？这款饮料，你们一定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不是四川的朋友应该很难知道峨眉雪这个雪碧。它真的叫峨眉雪，它就是雪碧。就可能我们四川的小孩可能会知道。厉害！我不知道好不好喝，我也没喝过，说实话，我也不大喝是喝过，但我不记得那味儿了。蛇草水没喝过。我听到在叫我名字了，我刚准备泡泡面，算了，我先去排个练吧。再见，我去排练了，再叫我了，再见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尤尼腾，再见，拜拜。